其实上一张到现在没有到半年。对啊，这次发行专辑这么快，然后那么短时间，你又要宣传上一张专辑，然后一边在录新的专辑，是不是？对，因为其实上一张专辑比较特殊的是，我们还没来台湾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在做，对，所以整个的制作物是，这一张是有到一年多左右，所以其实台湾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很快，好像只隔了半年，但其实这张我们也做了一年多。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听你唱情歌，这次也是唱情歌。对，我忘记他们在乔丹要把 CD 送给你，我刚才藏在后面，对，因为看到你也有点紧张，但是给你的 CD 今天发行，然后主打张东，然后这是我代言的的金饰，对不对？这个我也有。对，最新专辑主打张栋。对，我这次看到这个封面，我刚刚就已经先看到你的海报嘛，我就觉得这张照片拍的还蛮好看的耶，就是又有你的招牌微笑。我记得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你就有说那个公司给你签约的时候要规定你微笑几次，要微笑，对不对？66次那时候。这次也是唱情歌，然后也是有甜甜的微笑，里面的曲风呢，跟上一张专辑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一次我们有做了一些延续啦，就是还是可能大家会比较希望听到栋梁唱情歌，对，那所以这一次还是以情歌居多，但是我还是有跟公司要求了一些空间，去让我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唱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比较没有尝试过的，但是就是自己很喜欢的，所以这次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曲风，是给大家一些惊喜。所以你比较喜欢的那种歌曲的类型是什么？因为我非常欣赏陈奕迅啊，那我觉得他其实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歌是在现场演唱的时候是很有气势的，是可以，比如说有管弦乐啦，然后可以比较话剧性的那些的表演方式，那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有几首是让我过瘾这样。哦，就是有一些那种声音表情很多的那种的意思吗？哇，所以很好玩。而且这次你的 CD 里面有两张，一个是 VCD 里面有什么？ VCD 是因为其实上一张专辑有改版嘛，那改版的时候已经有送了一些上一张的音乐录影带，对，那还有一些漏网之鱼是大家可能很想要，但是上一张还没有机会拥有。那在这一张我们就送了之前没送的两首，包括是 Dream 还有重伤的 MV。回家或空
穷我一生也难以报答。我们要把握时光来疼爱爸爸妈妈。趁现在要对你说 Your heart, my heart 闪烁，幸福围绕着你，围绕我，银河里我们不寂寞。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你爱我就不要再退缩。 My heart世界让你掌握，你会不会也想我？我苦苦在思索，找不到此一号线索，我记忆碰触花火，开成了你的轮廓，照亮我一分一秒寂寞，只怕人海太辽阔，转眼就错过，有些话不能再多，趁现在要对你说。 Your heart, my heart 闪烁，幸福围绕着你，围绕我，银河里我们不寂寞。 Your heart and my heart 你爱我就不要再闪躲。 Your heart手握就会紧握，被人误会。我看我
跟山丘相对，随时准备，不知道早退。感情不就是一人受一人给，总是有人要吃亏。也许我就是缺乏一点智慧，面对你我总口是心非。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爱着谁，闭上眼睛感觉你就在周围，爱不进则退，在你的心外围，陪着你我多么的狼狈。何为不想被人误会，我看我跟相就相对，随时准备，不知道早退。感情不就是一人受一人给，总是有人要吃亏。也许我就是缺乏一点智慧，面对你我总口是心非。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爱着谁，闭上眼睛感觉你就在中，在谁身边守护着彻夜不归，你需要安慰，我陪你掉眼泪，爱你我怎么这样迂回。我们日日夜夜都在爱着谁，周围爱不进则退，在你的心外围，陪着你我多么的狼狈。爱不进则退，在你的心外围，陪着你我多么的
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世界更明亮。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寸步不离，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只因为你，从清晨露出微笑的金黄，我知道我不会再孤单。看你为我绽放的脸庞，放在心上，有了你我的世界不一样。童话里幸福终结了忧伤，你是我最靠近的坚强。有你陪我自在的翱翔，抬头仰望，天空变成一座游乐场，世界更明亮。只因为你，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寸步不离，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闭上眼睛，心里想了想，还是你。不让你离开我的手心，呵护着你，幻想着紧抱在我怀里。只因为你，我情不自禁这样为你，证明我不再爱自己。如果有一天我们老去，寸步不离，回忆里如镜子都是你。
去的守候换不回什么。我看到结束的时候，你难以抉择的泪，仿佛在告诉我，有一天爱会回来。这是你要的吗？你能不能回答？为何你眼中还有挣扎？是不是在想他？他比我更好吗？寂寞的时候会想我还是他？不应该再等待，不要再受伤害，爱过以后我却只能说终于明白。可能有时候爱总是不爱总是不完美。